打击轮到第七棒的陈志伟，今天在前面两次的打击，一次内滚地球，一次外的飞球，目前在打击部分呢还没有表现。又是一个好球，今天的好球率很高啊。上来之后连续投了五个好球，对，二话不说了，干净利落，直接对决。对，你看啊，他也不刻意投坏球，这样的话打者要抓投手的投球的话，就节奏会稍微乱掉。因为有很多投捕就是两好球没有坏球的时候会投一颗坏球，有的时候是寸土寸金啊，你每一颗球都很珍贵。这球又打成了一个擦棒界外，的确并没有说投明显的坏球让你看。对啊，你尤其中继投手，那不用去浪费体力了。在下半季啊，兄弟象队投手的分工啊，也分得越来越清楚。现在看看啊，里面要配什么球出来？这个球出手就打成一个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后退后退后退，还在追还在追，这个球全垒打出去了，不让，哇，中间方向的 home run， 陈志伟拉一支，哇，在一人出局的情况之下，垒包上面没有跑者，陈志伟敲出了本季啊个人首支的全垒打，打得够精彩，这让这支全垒打也蛮久才出现的，对，哦，本季个人的第一支啊，真的是最近的手感相当的不错，守备好，进攻也有信心，敲出了本季个人的首轰 solo home run， 再追回一分4-2，有这个实力了哈。我们看这个球的位置啊，大致上是一个直插球了，稍微投的比较中间一点。紫叉球红中的冰狗，所以就打得扎实啊，所以你的球的位置还是要要求了。好像刚好打在全垒墙上，那个也算全垒打，对，也是全垒打，对。不过也打得够远。